Đúng nhỉ. Quá sao. Thế đi xin sao hả anh này. Cho sẵn, cho sẵn, cho sẵn, truy ta. Truy lên sư là thiên khổng. À, không có tiền mà. Cảm giác 一集团, đối mặt 就结束了呀. Ô cơ đồ hàm là cái quán này, chứ đã xảy ra là. Đó, 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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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a. Mấy dạng, dấu dạng cả nên nó sẵn có xài. Tôi hiểu cụ thể, hãy nó mới thôi ý chả. Mấy viên trụ kể ta lại lãng chuyện. Khởi chí, mấy viên trụ. Tôi bây giờ bị lá đợt hả đi chuyện, lá đợt hả đi giao thú sư. Chính sư ạ. Hả chá rồi. Chí bị đá rồi. 谢谢你的双 buff。 外卖到啦，什么外卖？我还没点外卖呢，我操，饭都没叫，快快快快，赶紧思考一下中午的 BP。我说我怎么有点饿呢？嗯，炒饭，拌饭。 啊！别断胳膊的线了，拉过来，一、二、一个W，快点！我的炮车，哦，才到他毒里吃炮车，没办法，炮车得吃啊。 杀他怎么杀呢？打他一拳，打两拳打不到，瞬间加速还是比较给力，那就不用管了，刷野去吧。
左。A 不到呢，他下次背我，我要大招跟他抵消。他要背我的时候，大招抵消控制，合理。哎，嗯，拉过来，是，大招抵消他的 E， 这波就能杀。还能这样吗？可以啊，这大招是免控的，开大的时候他是背不动我的。腹地也能放 E， 技能又不是位移，腹地放不了大招，但是头发该收拾一下了，今天去收拾一下吗？其实我觉得还好吧，也不算特别长啊，像之前那段时间我更长呢，还行吧。要不存一下啊，线肯定不能给他断。嗯，今天掉完，那也不能给他断，那断线就是一个持续的断线。他断完一波还要断第二波。这波不打他以后我们永远没线了，没线你就扩大不了优势，吃不了塔皮了，肯定是不行的，我不能接受的。把他给他背出来、回去铁皮，都打出残影了，我操！哒哒哒。暂停算不算放弃？我只有一天的回忆。又来，可是我没有大招啊，行吧。潘森会跳上路，潘森你死了，我可打不过潘森这些人。大概率会跳上，
韩森呢？他交闪现了吗？闪现，我感觉他距离不够的，应该闪现的。我操，他出了个破败，不是他还带了个爆破。助手啊！我的防御塔，吃我三个塔皮了。说实话不太赚。这不管了，上了再说，下波继续打，总有一波会不死的，现在太脆了。我操，艾克这么肿啊，我操，炼金出了个冰杖，我撤。我不是混血，是终极的传奇，唯一的一个。是不是以为出完冰杖我拿你没办法了？等我把线推进来啊、哦！给杯，开大招！我减速你，就你有减速、啊不给杯，你开大招我就不跟你玩了。我推荐啊，那你也别追我呗。瞎子都是天衣无耳的，来吧，把我背塔里来，来来背背背，直接免疫控制，我的一发大补。啊，多扛了下塔，我这个 W 感觉不用交了，主要是瞎子要贴盾了，我不交这个 W 的话，贴个盾可能炼金死不了，我破败太脆了，兄弟。要被阿 Q 了，小心！
我感觉你不太行啊。整了个大，谢谢你。哎，可惜呀，太可惜了，这波，这潘森一个 E 技能的那个嘟嘟嘟嘟嘟把我给嘟死了，好像。本来我还可以把辅助也杀了的。这把打团还得靠炼金呢，就靠他了啊！打团就靠炼金师傅了，能不能来点作用？好好打断，不要卖我们家泰坦啊。啊，人呢？他也把我往回身抱，没给他升位呢。装什么？来！都是5块钱的眼，给你扛出来。啊，多少？得了，我的输出有点爆炸。没事，我们有阿卡里。啊，行不行啊，沙米拉？你咋把我嘎了？我 W 还没来得及放呢。对面炼金500块钱赏金。
那打他打团还真的非常有用，一点都不怕，确实不好追他们。暂停算不算放弃？我只有一天的回忆。我感觉可以不去团。啊，这你不会要抓我吧？没有就好。好装逼呀！干他！你在这里，给我。这个还有个德莱文呢，这个草里面要不咱还是算了吧，我钱挺多的，又省技能的，我感觉德莱文应该跑不掉了，他闪现跑得好快啊。没事，他下播我肯定把他给做掉啊。出破败这 W 伤害就没有那么高了，说实话这破败出的好像也没啥用啊，本来是出的出了准备就是打这个炼金不至于打不动了，其实好像作用也不是很大，我先带下路线吧，这波应该推下。啊，松掉了！队友把德莱文杀了，还没轮到我。